2021十大三农新闻的第7条是国土调查新数据公布，耕地面积19.179亿亩。这条新闻的关键词是不能松懈。人多地少的中国，端稳中国饭碗，耕地面积是永远要关注的硬指标。2021年8月26号，自然资源部公布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。数据显示，2019年末全国耕地19.179亿亩，耕地数量实现了国家规划确定的保有量目标，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。不过，保卫耕地仍不能有丝毫的松懈。